拥有瓜子脸也是许多人的梦想。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我们真善美整形医学中心的孙国鼎孙院长。孙院长你好。Lisa 你好，各位观众好。孙院长，首先我们都知道哈，就是观众朋友在过年期间大吃大喝之后，就会发现说，哎呀，脸部就是有肉肉脸呐、啊，双下巴。以现在的医学来进步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消去呢？好的，这个双下巴或者肥胖脸，事实上有很多原因的，事实上。这个往往是有时候大家都通常想到这个脂肪，不过除了脂肪之外呢，也有所谓的肌肉，肥大的肌肉也可以造成，有时候皮很多的话也可以造成双下巴现象。当然下巴比较短的人，或者是这个咽喉的肋骨位置比较前面的人，也会产生这种双下巴的现象。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要在这方面上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诊断，然后做了解，再做一治疗比较适合。我们研发一种技术叫 slim lift， 这个方式呢叫做美颈回春术，我们叫美颈术好了。slim lift 呢是一种非手术的注射的方式来改善这些问题，可以同时改善三个问题。那这个结合的方式是很巧妙的方式。第一，我们的确会用这个肉毒杆菌，不过肉毒杆菌使用的方式很特别，叫做超级肉毒杆菌，这可以比更有效跟持久性改善这个肥大的肌肉。这个那很多消费者可能不知道我的双下巴肌肉在哪来的，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做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我们就晓得有没有肌肉了。对，所以呢第二呢这个，然后呢第二个步骤呢是我们使用这个所谓的溶脂药。那溶脂药的话，这个药本身我们已经用了十多年了，可是这个我们把它改良，怎么改良呢？我们结合两个重要的成分，第一个是这个抗发炎素啊，第二是所谓的自己身体里面的叫做白蛋白 albumin。这个结合之后呢，再以注射的话，它效果会更好，会更强力，然后更不容易淤青，然后更不易发硬，而且可以保护皮肤跟这个神经跟肌肉。那这样会也可以达到慢慢可以达到这个让皮肤比较收紧的现象。所以这个方式是一个更良好、完整、安全跟有效的治疗方式。所以说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到这样子的话，就想说，哎，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副作用呢？是，这个副作用基本上还算好。那通常的恢复其实主要只限于这一些肿、淤青，我刚刚说过，倒没有什么。那这个肿的现象呢，是当然反映着这个脂肪在被摧毁的过程里面。然后这个发炎的现象倒很少很少。然后基本上对其他组织也没有其他的其他组织的影响。那通常这个肿大概2天到4天之后慢慢就消下去，然后效果大概30秒看出来。所以按照孙医师来讲话，像这个美颈回春术啊，它其实是适合各个年龄层的。对。然后它的恢复期也比较短。对，它恢复期比较短，然后安全性更高，然后效果更好，也更久。对。Okay. 今天非常谢谢孙医师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好的资讯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